样开玩笑啊！今天感谢咱哦。首先，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部长哦，因为我看很多啊得奖人都没有谢谢我们的部长。好，感谢感谢哈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哦，所以我们部长真的哦，这样啊，你们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哦，啊，阿妈感谢哈，阿妈，到我讲包慧伟的，让他讲完话先。好好。是咩啊？感谢感谢，安尼互你空间哦，歹势吼。阿妈，你好啊，你有车大车登厝无？哦，行路转啊，阿妹阿妹阿妹，等我载你转啊。好好好。来，你继续跟部长问啊。真的好，部长杨步光先生哦。真的，他抽出他们宝贵的时间来到现场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部长以及我们的议员，非常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部长，谢谢你好，感谢感谢。好，陆续可以看到王家班，你所有爱徒也到台上来献上哈一份的这个爱意。要报告我们的部长，这一班就是我这一两年所成立的王家班，他们都是在气学生，有的是六年级，有的是中学生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接班我们哥。对对，大姐，啊、你刚才指这一班除了我。因为拢我给囡仔，啊，希望再回忆哦，而且我每个都给他机会，每个都拉去拍电影，对不对？啊，希望我们的啊各台的好朋友继续支持王家班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行动来啊、哦，给老师一个拥抱。那么今晚上呢，所有的朋友，你献上这个红包给王雷，刚才他已经在后台讲过了，他将会把所有得到的红包，明天呢捐献给这一个。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呦，今天感谢你嘛。哎呦，不要破费，以后不要买东西，以后挑送红包就好了。给上面安排掉一张股票了，明天就是离开王家班。哇，很好，很爽，这个滋味很爽。结婚了，好像听说我的红包输你哦。听说我的红包输你哦。来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感谢金嘴狼啊，何德何能？我从哥。